看一下，这个是昨天咱们在山上抓的那个黄鳝呢、啊。看这几条大黄鳝，够大吧？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来炒吃了，炒点小炒，这个可以够咱们吃一餐了。这几条很大的，看这个，这个头。看这个黄鳝，把这骨头把它打断了，打软了，这样等下吃的话也滑都滑哎。现在把它切成小块，小个。我们今晚上来炒，用来炒这个肉吃，猪肉，黄鳝炒猪肉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今天到工，你不在？啊，就在那边哇。我就在那边啊，怕我走啊。放点调料，生姜。倒点酱油，倒点水煮下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看一下，这个可以出锅了。再炒几条这个豆花鱼，然后点红烧鱼吃。我都喊你了，我咋了？哎，炸小干的，炸小干，我炸小干的。炸小干的，妈妈。来，炸小干，那么漂亮。妈都炒我啊。那，那你直接下来炸小干。来，老师就给你。不要。加点油啊，还点上油啊。